各位同心，这节课由我们台南州嘉义郡张英文张郡守为我们带来，请大家掌声欢迎，谢谢。咱各位国际班的同心，大家好早。咱今仔日这节课其实题目叫做《法理眼光看现实台湾》呐。咱今仔日首先这个投影片这里面有四个当事人啊，有四个当事人啊。其实我们来台湾民政府是有这个法律的课程，我们就是要来了解说这四个当事人的关系是怎样。我们请求说这四个当事人的关系之后，你才知道说我们在走的方向跟我们在走的未来的结果应该是怎样，你只要都预期得到，那不然你会很混淆的，不然你会很混淆的。像这四个当事人，你有发现吗？怎么没有中国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有看到这个吗？对啊，所以就像刚才上一节秘书长在跟你说嘛，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我们有什么直接关系？没关系，所以我们目前我们台湾诶，国际地位就是牵涉到这四个当事人，这当事人，咱陆陆续续，用这个投影片来给大家分析，这个关系里面就去看，你就知影讲原来咱台湾人被人家尘封了那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尘封了那么久的这种属性终于在你来接触台湾民政府了，你就逐渐的也当了解哈。其实除了了解迄个关系以外，咱来遮受训，其实都敢那是一个医生啦。你来做一个诊断，你来诊断什么物件？你来诊断即马台湾人的头壳内底，伊所想的，伊所认知的，到底是正确还是无正确？你自己要有一个类似一个做医生的一种眼光去来给诊断看看。即马安尼诊断落去了，你才知影讲到底普遍的台湾人他现在的症状是啥物怎么样给他开药单让伊会当恢复健康来看。咱台湾民政府有一些网站上面的这个讯息希望大家多鼓励其他的这个台湾同胞跟其他咱的亲朋好友去看一下像这台湾民政府 YouTube 上面的那个影片这个也可以去看咱台湾民政府他有一些讯息可以用会透过 Twitter 也可以去看Twitter 出来之后，它通常是连接到我们的那个民政府的官网来对。你看较详细，伊就直接连接到民政府的官网内底去看。所以讲，大家那有要用电脑的YouTube 加 Twitter 这个都可以使用。好，所以今进入到这是什么？地球。这地球嘛，我请教一下，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你刚刚怎么刚刚最好笑的？现在我来跟你们讲，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你只要看这地球是圆的嘛，但是呢，在你即摆即个当下，你刚刚讲地球是圆的，但是你若把时间往回溯到15世纪以前，迄阵的地球顶面的人认为地球是圆的还是扁？你是认为是地球是扁的哦，哎呀，但是地球是圆的这件代志，在十五世纪，也就讲地球形成以来。它本来就是圆的嘛，对不对？但是人的认知会让你对于看事情，还是讲做代志，因为你的认知不同款，所以你做代志的结果也不同款咯。就跟他讲，咱台湾民政府现在在推行的这个法理论述，你对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的看法，如果那是这个中华民国合理一套，你的认知就好像是认知到。地球是平的那件事情是一样的你了解所以说认知很重要认正确的认识它也很重要
来，啊，这张图，这张图显示了拄只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这件代志。哎，平，啊，这张图是当初的人画出来，啊，十五世纪进前，啊，大航海时代进前，因为伊当初的人的头壳内底认为地球是平啊，所以伊展现出来的这个图像，伊就把迄种想法显示在这样个图里面，因为地球是平，所以讲，船啊，行去海顶面，未来会安那，来个世界的什么尽头嘛？会来个世界尽头，啊，来个世界尽头了，啊，就想讲，啊，到世界尽头了，毋就怎啊，一个大瀑布，啊，船到遐怎载落安尼？啊，那个满地哎，万丈深渊啊，哈，满地深坑，系啊。万丈深坑，啊，落去了是不是一样的？啊，阿叔讲，这个去航海，来到世界尽头，很危险，很危险，所以会不会让人的这个冒险的心，会安尼怎冻掉呢？去探索新的事物会变冻掉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迄当阵的人头壳内底认为地球是平，所以伊显示出来的想法是安尼，啊，但是呢。在那个大航海时代，有一个人，伊甲别人无啥共款，因为伊所观察到的，甲依靠伊的认知，甲平常人无共款。这个人叫啥物？哥伦布，咱知影哥伦布伊是毋是去航海，发现新大陆，其实迄嘛毋是新大陆啦，伊本来就伫遐啦，只较早的人因为惊，因为地球是平，地球是平，所以毋敢出去，所以没有发现那一块。那一块大陆哈，啊，在哥伦布迄个时代，哈，在哥伦布迄个时代的人，普遍的人，拢认为讲地球啊是啥物平，啊，这地球是平，啊，一般的人拢认为讲，在迄个大西洋顶面啊，啊，充满了很多这个 monster， 就是这猛兽啊，啊，充满很多猛兽，你现在叫猛兽做大只。哦，大家讲吼，嘴张开就发到将因拄只遐船吼，全部甲食落去。哦，迄当阵的人的想法，伊也想讲，敢做好笑的吼，系啊，但是迄是迄当阵的人的想法啦。啊，因为讲大西洋充满了猛兽，而且大很大，然后会把我们的船吞下去，所以很危险，对不对？你像迄当阵人的认为讲，来个伫海边内底，佮有这种啊，足大足大。到尾啊，会拄到一种足大的这个瀑布，啊 ，waterfall， 这足大的瀑布，啊，来到迄个瀑布的时阵啊，船啊呐，会怎载落嘛？啊，载落就粉身碎骨啊，所以出去航海很危险，很危险。啊，但是呢，哥伦布呢，像阵哥伦布伊敢有啥物科技，敢有迄个 Google 地图，敢有 Google Earth 嘛无嘛，啊？啊！但是伊生伫咧地球上，但是伊个观察，伊认为，地球都毋是平啊，对不对？啊，地球都毋是平啊，所以讲伊认为他非常确信讲，地球都毋是平，所以伊就爱甲认为地球是平诶，即种人诶想法，伊就爱去甲伊对抗嘛，伊就爱甲伊对抗啊。Fight this foolish belief in order to get men to sail with him。伊爱甲这种地球是平，而这种 foolish belief 就是很愚蠢的那种想法哈，爱去甲伊对抗，啊对抗若成功了哈，人就会相信地球是圆的，啊地球若是圆的了，就比较容易跟他怎么样一起去航海，啊最后他发现了新大陆嘛，啊好吧，所以在迄个时代内底，伊感觉啊。哥伦布，他根据他的经验，他感觉到说地球是圆的，所以伊就很确信安尼来做。再来给咱来看，咱回头再看，咱台湾吼、普遍的人，伊嘛是存在着这种叫做 foolish belief， 这种 foolish belief 其实嘛袂使讲怪台湾人啦，应该是讲。中华民国这个蒋介石集团，带这个制度过来了，用这种无熟悉的历史，啊，加用欺骗的这种教育，啊，让
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不知道，所以他就要说、根据科罗宣言1945十月25台湾光复，这敢对？这不对啊，但是以前都这样给你教嘛，教久了你就会说好像是真的，考试也是这样考啊，对不对？你考试你若没有写这个答案，你敢分数？没分数，但是这个答案是对啊，不对？真的是错的啊，对不对？但是他把错的当作是真的啊，这样给你考啊，对不对？所以这些都不对，这些就是因为用这种教育的方式，让我们普遍存在这种 foolish belief。 所以因为说台湾光复嘛，台湾既然是光复，所以就给你1946年1月10号他就把台湾人那当时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给你变成中华民国的国籍，他给你说恢复嘛，他给你说恢复 ROC 的国籍因为恢复 ROC 的国籍所以 ROC 的宪法，哇，中华民国那本宪法啦，从来没有在中国实行过拿来台湾用就在台湾实施所以他怎么顺这个事，怎么说台湾就是 ROC 的，这个这样对对不对？都这些都不对，不要记起来呵呵这都不对了因为是选举不好意思，说民主化开始民主化要选举才去投票因为选举的结果要再选一个总统，有没有就阿扁李登辉他才说台湾等于 ROC 因为选举才变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对，这样对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因为 ROC 等于台湾，台湾等于 ROC， 所以他就反对一中政策一反对嘛，因为他认为那承认一中也变成怎样割割对面的他就不要也不要因为台湾等于 ROC， 所以怎样呢？那个前期都抹掉掉有吧？其实你来看国民党诶，甲他因搞咧拥护这支旗啊，等于是啥物人咧拥护？哎呀，变脸啊咧拥护这支车轮旗啊，真好笑。过来伊有一个理由讲因为是这个 PRC 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伫国际上甲伊打压，所以才好这个 ROC 哈，伫台湾这个 ROC。这刚才当用 Chinese Taipei 的名称啦，对外刚才用这个 Chinese Taipei 的名称这种理由过去咱是不是常常听到，包括在新闻上也常常听到刚刚这个道理刚才好像是这理由好像是对的，对啊，但是 这些理由都是怎么样 foolish 的都是 foolish 咱来喜欢了，你就会发现这个都是骗人的来，所以因为有些 foolish belief， 所以说就成功台湾的国际地位有够正常，因为你认知错误嘛，你所以做出来工作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认知错误你做出来就是不对的事情你不对的事情，你 对我够可能有正常的好像对待，不可能你也不可能所以说直接因为咱即马无正常的这个国际地位咱来受训咱的目的是啥物？改变这个台湾的国际地位的现状嘛，让它恢复怎么样？恢复正常恢复正常这个改变，敢是讲爱按一个出一个高人怎突然间一夕之间全部改过？敢是安尼？唔是套用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伊咧竞选第一任的时阵，伊迄当阵竞选口号叫啥物 ？Change 嘛，对不对？还有个 Change， 所以伊出这句话嘛叫有名你安尼讲 ，Change will not come if we wait for some other person or some other time。意思讲，改变，如果你是要等着别人，或者等着另外的时间再来改变。这改变敢会来临？不会，这改变未来。就好像有人说，
就好像有很多绿营在讲，哎啊，这个台湾的问题哈，留予后一代再过去解决啦。这种想法敢正确？无正确，安尼敢会改变？无可能改变嘛。你若要硬把人就会改变，啊、哦、啊，所以讲奥巴马伊说一句讲啊 ，We are the ones we've been waiting for。我们要等待的那个硬一个高人，那个高人是啥物人？家己，咱家己啦，家己就是一般人咧想咧硬望的那个高人啊，所以我们才是被人家等待的那一个啊。We are the change that we see。我们本身改变的话，那我们要寻求的那个改变就可以找得到啊、哦。所以改变台湾国际地位，让它恢复正常化。这件代志是啥物人的代志？咱家己的代志。啊，改变为啥物人开始做起？爱为咱家己做起，好、哦，为咱家己做起，好、哦，来。啊，但是足济新闻内底发现讲，哎、欸，这个动作，敢那是要改变台湾的国际地位现状，但是却去予美国家反对。好、哦，像这个新闻。2007年的3月7日的这个新闻，美国重申反对改变台海现状。哎、欸，啊，咱就感觉讲已经唔对啊！啊，是安那？伫迄个2007年的时阵，美国佫甲你台湾讲，啊，你袂使改变台海现状。为甚物呢？因为只有一个人，伊要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要改变台海的现状，但是这个动作对还是唔对？嗯，对，所以美国才会这样讲啊，因为那时候执政的陈水扁，他说是要一没有，一个就职演说，他说什么？是不一没有嘛？啊，但是来到2007年，他说改到是要一没有，啊，是要一没有也来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是啥？要独立啊，要独立，还、啊、要自宪啊，所以把台湾带到一个往独立的方向走，那。这个独立方向走，改变了台海现状，那这个方法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美国才会跟他讲，不可以，哦，不可以。啊，所以就一个问题啊，都讲那个新闻，你要想要改变台湾的现状，但是你用了这个独立的方式，那这个显然是对现状有没有认清楚？没有认清楚。所以没有认清楚的状况之下，用了那一个方法，可不可以改变现状？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啊！那就跟过去美国有一挂这个洗衫粉公司啊，啊，因在咧研究讲，要安那来了解消费者的心理，让消费者开朗接受因的产品啊！啊，结果这个洗衫粉公司怎去找一种人类学家？好、哦，找人类学家，啊，找人类学家叫他去做一个研究，做去研究这个消费者的行为。结果伊怎去找去做这个研究了，甲去调查了，伊发现吼、哦，哎、欸，消费者对这洗衫粉还是讲这个衫洗有清气还是洗无清气，哦，伊有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动作，啊，这个重要的动作，敢是讲这衫洗了揢起来。啊，甲清气的衫来相比，敢是安尼？你敢会安尼做？你嘛袂安尼做啊！啊、哦，啊，但是洗衫洗有清气，还是无清气？有一个最重要的动作，咱的行为内底，迄个行为是你想是啥物款行为？洗衫了吼，脱水了，啊，衫晒啊，啊，晒晒的，啊，你收上来，啊，你感觉哎，今天衫已经洗得足清气了，迄个，你做一个动作。来确认衫洗清气啊！哎，对嘿，味道，你衫是咪衫个品质？啊，这衫洗了无臭光光啊，对不对？啊，你个感觉讲今天衫有清气啊，无清气？有啊，今天衫来洗清气啊！啊，你敢想看？唔是啊，啊你敢会跟人讲？哎，今天衫洗起来变得较鲜艳，你敢看得出来？你我有判别无？其实我有判别啊，但是你有一个最重要的行为是啥个品？啊、哦，安尼洗清气啊！啊，阿叔讲，那个洗衫粉公司发现讲，啊，原来消费者对这个衫有洗清气啊，无洗清气，
诶动作是用拼的，唔是用看的。啊，啊所以讲，伊迄个洗衫粉的成分就爱安那，哎，爱好你的衫洗了拼起来安那，较胖哦，较胖啊，拼起来较胖。啊，所以他在伊的产品内底，伊在朝这个方向去走。啊，你原本你来消费，你来这个洗衫粉公司，伊认为这个消费者是用看的，看的才看得清楚啊，哦，啊，在 B 就知影讲哦，洗了愈鲜艳啊，所以那是这种认知，伊就会去掺别种物件嘛，哦，啊，好个洗起来较艳丽安尼嘛，哦，但是迄种无路用，因为消费者感觉唔是安尼，哦，所以迄是认知嘛，啊，所以讲，那么来进行这个题目时阵，现状为什么不能改变？啊，第一个关键，你要先去确认。啊，无到底现状是啥物？你已经确认好，咱就得用正确的方式才会当改变嘛，对不对？啊，所以这逻辑上是安尼，好吧？但是伫台湾有足侪讲要用这种方式啊来做一个台湾的地位的改变，公道。啊，你啊看，拄只阿扁啊讲用四要义没有啊，但是又有人说啊，都爱公道。啊，因为主权在民的关系，所以用公道的方式才能当改变这个台湾的现状。但是这敢对？啊，你来看哦，啊，咱基国际上有办公道的这新闻，和大家来比较一下，比较讲到底用公道这种我们感觉是民主程序的这种方法，那它在改变现状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正当性？合不合法？哦，这个、概念大概确定一下哦。虽然咱拢认为讲，民主的方式好像是正当的，但是这个正当的民主方式不一定合法哦。哦，这是无同款的概念哦。哈、哦，咱来看，再有一个叫做被反对的公投，一个啊、哦，你讲阿扁啊，迄两阵执政。伊讲要用啥物公投嘛，啊、哦，要公投加入啥物联合国啊，哦，要公投加入联合国，啊，美国就甲伊讲袂使，哦，来，他这边，哦，底下不支持台湾入联，哦，那是阿扁要入联公投，啊、哦，入联公投，啊，这头先是一个韦宁德，哦，国务院的官员。啊，刷下去的副助理国务卿，哦，拢讲袂来，啊，佫刷下去换国务卿，哦，你有迄个关节开始洗吼，越讲越悬，讲到国务卿 Rice， 美国反对台湾举行入联公投，哦，啊，伊讲这个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是一个非常挑衅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在台湾海峡。造成不必要紧张局势，同时也不会为台湾人民在国际舞台上带来真正的好处。过去咱咧看这种新闻的时阵，你敢听出来伊这句话的意思？嘛唔知，应该唔知。你会感觉讲，是啊，那恁美国哦，不是咧公道，啊，阮台湾做一个公道，是啊，袂使。哦，啊，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困惑嘛。但是伊讲的这句话内底。啊，其实隐含了台湾的那个法理地位的问题啊。你也不会从一定也不会从美国人伊咧讲这句话的背景的迄个理解，你也不啊相对理解的话，你就听袂出来讲伊咧讲啥物。啊，所以这阿扁有独立意涵的入联公投，美国是全面的反对，从小官员到国务卿，哦，拢个反对。啊，当然，因为阿扁这样子的冲撞。阿扁在他执政的末期里面，是不是很不 popular 啊？他在美国的眼里面是很不 popular， 他甚至要出国啊，出国光被去摆的时候，再被过境美国，他都受到美国的刁难啊，所以他就很不 popular， 好吧？啊，那是美国反对的。啊，另外是这样叫做不被承认的公投，意思讲这个公投有去投无？有去投，但是有受到别的国家承认无？无，来，这个叫做克里米亚公投，啊，2004年的三月时阵，啊，大家有印象吧？那时候是不是克里米亚
伊是乌克兰的一个自治区，啊，伊讲伊要离开克里米亚，结果他伊家己转去办一个哦克里米亚的独立公投，哦，啊你呐伊较早认赢荷兰的这种概念，嗯，啊这公投家己决定家己的前途，啊，有什么不对？但是德国总理梅克尔就这个阿伯岛进行就甲讲啊，克里米亚公投是不合法。哎，哇，都叫我来讲嘛。我们用民主的程序，感觉很正当，但是竟然是不合法哎。啊，六高六五有没有觉得很冲击呀，啊？哎，竟然是不合法。啊，伊这个公投，伊这个公投克伊是违反什么？违反乌克兰的宪法加国际法。为什么伊违反乌克兰的宪法？重点吗？乌克兰的中央政府刚好温尊乌克里米亚去公投，无哦，所以他有没有在乌克兰的宪法程序里面得到这个公投的正当性、合法性？没有。啊，另外一个，他公投的题目是独立，然后加入俄罗斯，对不对？然后他去加入俄罗斯这件事情有没有符合国际法的要求？也没有。因为你一个主权，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土，在原来的主权的这个范围里面，要跑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里面，啊，这两个东属国家，跟我讲好，无哦，克里米亚是不同意的啊，哎呀，啊，结果克里米亚都不同意，啊，然后俄罗斯就给他接收进来，那这件事情啊，这是违反国际法，哦，这得违反国际法了，哦，所以因咧新闻咧讲的这个。违反乌克兰宪法、国际法，哦，重点是伫咧遮，哦，一般咱知影嘛，所有的主权的这个移转，啊，哦，是不是拢爱透过啥物条约嘛，啊，公贺嘛，哦，爱公贺嘛，就好像过去，啊，哦，因为南京条约，这个香港挂好啥物人，英国嘛，啊，但是1997年英国啊呐，国家北京政府。签一个协定嘛，啊，啊，再各种英国，哎，各种这个香港的这个管辖权，各英国北京嘛，对不对？啊，因这个主权的一转换，是不是拢透过条约？嘿啊，拢是安尼做呀。啊，但是这件代志，显然的，俄罗斯他有没有符合国际法？没有，哦，他没有符合国际法，啊，虽然他最后去投，但是这个不会被承认。为什么不被承认？在这里有看得出来，在这里联合国的大会，哦，他们做了一个决议，哦，这个决议文是这个 GA11493 决议文，因为决议文在这里也想了一下，哦，联合国的大会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决议，哦，要求所有的会员国不要承认克里米亚地区的现状的改变，哦，而这个要求会员国不要承认的这个议案是经过了100个国家啊会员国投票同意，11个反对，58个弃权，啊，所以这个决议案有没有通过？有通过啊。通过的结果是什么？要求会员国要不要承认克里米亚的现状改变？不可以承认啊，所以没在行政。所以就算克里米亚也可以倒，但是伊有法度伫法律上有法度改变伊的地位无？我有改变伊的主权现状无？没有，没有人家承认呐，啊，哦，不，行行呐，啊，哦，即便是现在他已经跑到俄罗斯里面去了，但是这件事情有没有被承认？没有，无行行，佫无打紧。你看那些欧洲的国家，甲美国是不是在制裁俄罗斯？哎呀，你不制裁他，这世界会乱你呢？大家都不遵照游戏规则了，哦，就不按照国际法的规则了，安尼的世界就乱你啊！啊！你今仔日克里米亚这件代志，那会通？啊！临江的话，别个所在就会通啊嘛！啊！全世界就开始战乱不断了，哦，就开始战乱不断，好吧？但是你在国际上各一种公道，伊是互人承认咩？哎，你讲真奇怪哦！那已经举两个例子了，第一个阿扁被办入殓公投，被人家反对，哦，还没办就被人家反对；啊，一个是办了之后不被人家承认，啊，另外一个是被承认的，哦。有办，在办之前也被承认，办了之后也被承认，哦，的这个南苏丹，
美国赞扬南部苏丹啊，公投投票啊，这个投票有投，那投票之前有没有反对他？没有人反对他，投完之后，美国还怎样？赞扬啊，美国还跟他赞扬呢。但是你来对比一下啊，别人要弄那个陆联公投，美国是反对的，一样是公投，但是一个是赞扬，一个是反对，而且是极力反对。所以这个美国在什么所在？待会我大家听啊，为什么这苏丹伊为了做这个公投？因为他是根据这个2005年的和平协议啊，这个爱西瓜讲起来，这苏丹啊，苏丹共和国是安呢，下底这是南苏丹啊，其实过去因他们在两边合在一起当做苏丹共和国，其实这边跟他其实就有点文化上就不太一样。其实没什么赶快啊，所以就会产生不断的这个冲突啦啊，因为不赶快啊，所以有冲突啊，就最后产生内战啊，内战持续很久啊，不然就世界各国都在想办法要让他们的冲突啊能够解决啦，最后苏丹共和国跟这个南苏丹他们签了一个叫做2005年签了一个叫做全面和平协定啊，全面和平协定，这个协定是谁跟谁签的？苏丹共和国跟南苏丹这个一个组织，那时候还没有产生南苏丹共和国嘛，所以他有一个组织叫做人民解放组织，这家苏丹的人民解放运动，就这个跟苏丹的政府签了一个全面和平协议，签了一个全面和平协议，这个全面和平协议签了去啊，在里面就有提到要让南苏丹独立公投啊，如果他投得过啊，就同意让他独立了啊，是安呢。所以这南苏丹的案例是安呢。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他还没有投，但是已经四个的宣传啊，四个宣传讲，伊会使去做独立公投，即、這个，非常准的苏格兰啊，这些新闻是伫2013年的3月，但是2014年的9月18号，他们苏格兰被投一个叫做独立公投啊，这去年咱若有看新闻应该嘛知道啊，你发现无？这个苏格兰现在准备投独立公投的时阵，全世界各国有没有跟他反对过？有甲伊讲你安尼袂使无？没有呢。啊，没有，苏格兰地方政府他还可以做广告，他还可以做宣传啊，当然未来倒的时阵是无贵嘛，啊，伊无贵，但是伊这倒的这件动作有没有得到许可？有被得到许可啊？为什么他可以投？因为这个，因为这个爱丁堡协议，这个爱丁堡协议就是苏格兰的地方政府。大英帝国的这个中央政府，两个签一个协议，伫爱丁堡家签一个协议，伫2012年咧，才签一个爱丁堡协议。爱丁堡协议签了的内容就是讲，赋予这个苏格兰，它可以举办独立公投，它可以举办独立公投。所以你来看，这几个。南苏丹也好，苏格兰也好，他是不是都有一个共通的特色，就是他的主权者有没有同意，对不对？你对比一下阿扁，对比一下克里米亚，他们是不是共同的特征就是啊，有没有找主权者谈？没有，都没有找主权者谈哦。好，来，这种的叫做投不过的公投法，这是目前在中华民国立法政府里面的公投法，这投不过啦。唯一这投不过的公投法里面，您就可以看得到中华民国的这些官员，他脑子里面知不知道台湾的真实法理地位？知道哦，你从这边来看哦，这虽然新闻在这里，像当时的这一些学院领袖还没举办戈兰委，要把一些立法委员罢免，然后他又
各要求修正公投法的门槛啊。啊，这新闻引导咱来看，看这个，因为伊所谓的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的公投法，伊是安尼啦，伊的全伊分做一般地方公投啊，加全国性的公投啊，全国性的公投伊会当导的，就加这几项俩，第一法律复决、立法原则的创制、重大政策加创制或复决、宪法修正案的复决。请问者，内底敢有讲统一还是独立的公投？没有哦，所以全国性的公民投票里面没有统公，也没有独立公投啊、哦。来，啊，因咧讲，迄个门槛就关了就伫遮啦，因咧第30条，出来投票的，出来投票的人，爱是可以投票的人的一半，啊、哦，爱就刚刚讲，这门槛就关咧。啊，投落去的人，投赞成的人，爱安那，爱个迄个投票出来投票的人的一半，啊、哦，所以一半一半。啊，因就刚刚讲，出来投票的人，爱是所有投票人可以投票的人的一半，这门槛先关。伊要来修这个公投的门槛，但是你注意下看，即便修了公投的门槛，他可以投统独公投吗？也是不能投啊！哦、啊，假设他擦枪走火要去投统独公投，这个门槛设下去会不会通过？一样不会通过啊！啊，所以给你公投法，但是要不要让你投？实际上会不会让你投？就算那年头会不会过，也不会过啊！啊，所以他因来对迄个你这条话的逻辑是啥物？对，他不想让你去投这个议题，因为他知道台湾不可以用公投的方式去做统独的选择啊！哎啊，所以这里来对逻辑就是，哎、欸、啊，台湾你若要离开一个主权的所在，你要先去跟你的主权者讲。啊！但是伊无从这个讯息，互恁台湾人知，啊，就甲你设一个这個，啊，你嘛唔知伊逻辑是啥物，哦，啊，咱即摆爱甲大家分析，啊，你就知影讲，到底去冲撞这個，还是讲去改这個，敢有啥物作用？你无作用，因为这种啥物人的法律，中华民国的法律啦，啊，啊，这种投公投的人是啥物人在当投？中华民国的人在当投啊，啊，你若是已经承认你是。本土台湾人拿了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人，那你要去参加他的投票吗？不用了，不用了，那个是他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哈。啊，而且，一个因中华民国宪法，有人讲哈，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等于主权独立国家，啊，变成讲中华民国专在台湾生根呐，啊，但是根据因中华民国的宪法内底。因安那写呢？因为修正的宪法，修正的迄个中华民国宪法内底的前言呢、啊，伊是安尼写，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所以这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是统一宪法还是独立宪法？是统一宪法啊！啊，谁要统一？中华民国什么人要统一？中国人要统一啊！那你是什么人？你是台湾人啊，那你干嘛去跟他统一？你根本不是他的人啊！哦，啊，所以吴家，你就可以发现出来，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个？为什么？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咱台湾人都叫仅仅这可，比如说六十没讲啊，我们仍在被占领当中嘛，哦，啊，我们台湾人。我们本土台湾人是被占领中的状态，咱是建军来对战败的那一方，咱在日内瓦公约来对，我们是属于被占领地，我们是被占领地里面被保护的人民嘛，被谁保护？被征服者要保护嘛，那我们的身份是这个 啊，但是来台湾的那些流亡的中国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战败的？不是啊，他们是。属于战胜的盟军那一边的 啊，但是他留在台湾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会留在台湾？不是，他为什么会留在台湾回不去？流亡嘿，因为他流亡嘛，因为他流亡回不去啊，
啊，他唯一能够回去解决他的他流亡的身份、流亡的问题，他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对，就是这个，就是回去他们的身份才能够正常啊。啊，因就是要等于因在进雄啊，啊，所以他才会那些中华民国的那些人才会坚持一定要统一啊，而且大张旗鼓、明目张胆，讲到让你伊嘛袂歹势，伊就是要安尼做，系啊。啊，但是一寡台湾人都会甲骂讲，啊，恁伫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啊，恁阁想要去，阁想要转去迄边，系啊，有啊，拢安人讲嘛。但是你也知影讲，我们是战败的那一方，啊，他们是战胜的那一方。好，他们是盟军那一方的嘛，两边的身份有没有一样？根本就不一样啊！英格兰的利益够赶快，无赶快的呀！你知道这本来就是一个敌对的双方嘛，哦，所以是无赶快的呀。所以你要勉强他留在这边，然后效忠你，这件事情有点什么强人所难哈，有点强人所难了。当然啦。哦，也后代，公移民被规划成台湾人，那当然是可以，法律上是允许有这种程序嘛。就好像台湾人他想要去拿美国绿卡，啊，他也是拿美国绿卡拿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规划成美国人嘛，啊，这都可以嘛，人有选择国籍的自由啊，啊，但是你要走过要有一些法律程序，你才能够成为规划的那一方嘛，啊，一样的道理啦，哈，来。所以咱甲拄只啊，即个公投诶，即个方式哈，改变现状的方式，检验一下。第一咧，苏格兰政府加大英帝国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因苏格兰一旦办公投，是不是这两个都已经讲好了？对。啊，即个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即个组织，啊，加苏丹共和国的即个政府，因是不是有讲好？有，那有讲好。啊，你来看。克里米亚有跟乌克兰共和吗？没有。啊，台湾阿扁说要入联公投，有独立意涵的入联公投。那台湾有没有跟谁讲好？没有。所以会不会被赞同？不会，一定会被反对的。那强力是泰贝，他如果要独立公投，那他应该要跟谁讲？是吗？你难怎样？强力是泰贝。在流亡中华民国，他还持有原来中国的领土，在哪里？金门马祖，对啊。如果他要把金门马祖独立出去的话，他要跟谁讲？他要跟中国讲啊，对不对？但是他一直坚持他要统一嘛，所以他不会把金门马祖独立出去，不会啊。啊，中国政府嘛在讲啊，你讲啊。哦他反对把那个中国的领土独立出去嘛？啊，靠在拢搞利用台湾嘛，对不对？模糊成台湾嘛？啊，其实他们是在讲哪里？金门马祖嘛？哦，他是他们在讲金门马祖。好，来，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家里面阿国敢会使改变台湾的现状？咱来先看卖，这条路敢会通？啊、哦，咱来个点这个影片一下，来台上麻烦一下。不合逻辑。陈水扁总统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明要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结果潘基文以联合国实行一个中国政策为由拒绝受理，不但在联合国网站上公布决定，星期一当潘基文的副发言人欧卡碧在联合国简报时也特别做了说明。In keeping with resolution 2758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it could not be received and was thus returned by the UN Office of Legal Affairs.当场就有外国媒体表示联合国的做法不合逻辑。On the basis of that, Taiwan will never be allowed for the rest of human history to have other countries apply on its behalf for UN membership. It will be entirely up to the membership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decide on the membership of future membership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y decide upon it if they can't respond to a request.由于台湾记者不能进入联合国采访 ，TBS 记者今天也以电话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联络。当记者提及陈水扁总统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无此权限退回台湾的申请时，秘书长办公室的回应是：秘书长有无此权限，这也是联合国会员国来决定。言下之意，台湾不是会员国，无权智慧。天月新闻范启斐综合报道。这新闻来的另外嘛，除了那个联合国的那个。秘书处的发言人，他清楚以外，记者
跟台湾的报道的记者，他们是不是都把台湾跟中华民国揽做伙？啊，揽做伙你就讲不清楚啊。啊，但是因为因为秘书处的发言人显然他是清楚的，啊、哦，显然就是阿姨公根据275八号决议文啊、哦，他们不能再接受中华民国嘛。啊，275八号决议文你也可以看哈，哎、哦，联合国的网站来的拢有，哎，写个都清楚哎。那那个时候，也275八号决议文写了，他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然后他们要立即把这个蒋介石这个蒋介石的这个违法的代表从这个联合国的席次上把他赶出去，啊、哦，给他挂出去。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蒋介石是不是已经是中华民国了？不是哦，他只是一个违法的代表而已啊。所以把违法代表挂出去啊。那就法律上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已经合法继承了中华民国了啦。所以这个世界上现在敢有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哦、啊，中华民国还有驾驶在什么时候在台湾，台湾这里啦、哦、还有驾驶在这里。所以你要、這個、看新闻里面阿扁他用叫台湾人去公投加入联合国，啊，被美国打枪嘛，对不对、哦、啊，就算有投，但是那个 也是门槛的问题，也没有过嘛，对不对？也没有同意嘛，但是一个设一条路，啊啦，伊家己去上京，上京去联合国秘书处，讲要申请加入联合国，啊，这条路敢未通，嘛是未通，为啥？上去人就甲退京嘛，啊，这个显然他没有搞清楚说，那台湾的真实的主权法理地位到底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所以走出来动作，对啦，四处碰壁嘛，好，四处碰壁嘛，哎、欸，也行不通啦，哦。啊，你去看这个联合国的网站哈、哦，那这关于说如何加入联合国来的，你要看英文版的，不要看中文版。中文版里面没有告诉你如何加入联合国哈、哦，你要看英文版的。哎、啊，这个来对有下啊，叫些 About UN Membership， 也叫加 How does a country become a member of United Nations？ 啊、哦，啊，够另外一个议题的话 ，How does a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obtain recognition by United Nations？啊、哦，这两个你看一下，我们把它放大来看一下哈、哦。关于这个会员国，会员，以及第一个议题 ，How does a country become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以及其实，以及嘞，这个未来的其实真简单，重点就是这家。一共啊 ，States are admitted to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by deci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意思是讲。你如果要加入联合国、哦、第一就像阿扁这样、哦、你要去申请，申请的时候秘书给你受理，受理完之后要拿去安全理事会、啊、安全理事会会开会、啊、开会给你表决、啊、表决给你推荐，你如果给他推荐成功了，你就让你去大会，再入去大会来的表决、哦啊、他的流程就是这样。所以很显然阿扁是知道这个流程，但是他搞不清楚你要加入联合国，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必要条件，那是什么条件？你要是什么国家？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很显然，台湾或中华民国是不是？都不是，哦，都不是，哎呀、啊，后来，哎、啊，依照另外一个伊来在讲的，啊、哦、，How does the new state of government obtain a recognition by United Nations？ 伊讲。你如果是一个新的国家，还是一个新的政府啊？你要怎么样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哎、啊，这里对伊跟你讲的重点是讲，这你是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不是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给你承认的？不是，一起的加。The recognition of a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is an act that only other state or government may grant or withhold.It generally implies a readiness to assume diplomatic relations. 意思是说，是不是联合国来给你承认你是主权国家？不是哦，是伊的会员来给你承认的嘛。所以拄则迄个新闻内底，伊是咪在讲，迄个记者是咪讲，嗯，啊，这台湾是不是有史以来，他这唯一在联合国里面，他的这个要求没有办法被联合国的会员给你回应？
啊、哦，哎、啊、哎、啊，因为秘书处的发言人讲，他可不可以回应，也是要看联合国的规定啊。啊，联合国规定的是怎样，你是不是主权国家，不是联合国给你承认，是要会员国给你承认嘛？哎，子峰，你这个国家是不是主权国家？你要先具备主权国家的身份，你才有法度给其他主权国家来给你承认嘛？那很显然，中华民国现在有没有被人家承认为主权国家？没有啊。啊，台湾有没有？也没有。哦哦，艺术家啊，所以说你要能够被其他的会员国承认的话，本身你就是要能够跟其他的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啊。哦，你要发展外交关系啊。啊，外交关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你要被承认，你不被承认根本没办法发展正式的外交关系。哦，来啊，都讲一个要件，如果一个主权国家诶，这个要件啦成立了，伊个流程就怎足简单嘞啊？来申请上京，你去秘书处申请，申请了后，给你安全理事会啊，安全理事会来的只要15个会员国，15个安全理事会的成员，那9个投同意啊。这里9个同意啊，反对的没有，那个5个常任理事国没有反对的话，你的推荐就成功了啊。推荐成功了，你大会表决，只要多数决2/3啊呢，你的会员的资格就马上生效，好、哦，叫马上生效啊、哦、啊。很显然，你光是知道流程，但是你的最主要的要件都没有成立，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哈、哦，是不可能啊。所以，种种的叠加。台湾是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啊，台湾有没有独立？也没有独立啊，哦、也不非国家、啊、也不独立啦。为什么没有独立？南京是什么状态？对，我们现在是被占领的状态，被占领的状态，你的主权的地位是被怎么样？被占领者怎样握着嘛？你是被悬置当中嘛？哦、所以人家说台湾地位未定是。未来的地位未定嘛，但是他是被握着嘛，暂时被握着啊。啊、哦、啊，所以底下这新闻2004年的8月21号网友一共一个帝国法国各个不承认台湾的国籍。哦、啊一个是应该是啊，因为他拿的是什么护照？中华民国护照。中华民国护照只能显示你是什么人？中国人啊。哦、所以会不会出现台湾的国籍？显然不会嘛。哦、哎，网友就气数说失根的番薯啦。啊，其实怎么样？你如果要拿那一张绿皮的护照，你就永远无法证明你是谁，台湾人，你就永远无法证明你是台湾人。哦、所以赶快考，免考，认清事实，你就发现原来是这样，赶快来申请什么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哈。再来申请那个、哦、旅行证件，阿内利的五啊，啊，二、哦，接怎么样？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伊在2004年10月2日去访问北京，啊，访问的时阵，凤凰卫视的记者，啊、哦，怎改问几个问题？伊讲，迄、那个2004年什么人在台湾是什么人在执政？阿扁。哎、欸，阿扁那个时候是不是一直在讲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啊、哦，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哎、啊，后来是也的改猛攻。啊，针对台湾的这个陈水扁，他经常在讲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而且有20几个国家来承认他了，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另外再搞一个什么独立的。然、哦、后他们已经显然就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这种状态。针对这个看法，那针对伊安尼讲，阿扁安尼讲。那鲍威尔你怎么回应？哎、啊，伊就甲记者安尼讲啊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个中国，意思是说，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是真中国还是假中国？是假的嘛？哎，根本不在这，没有，哎、啊，只有一个中国。那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台湾不是独立的。啊，这句话你要那个解读，台湾不是独立的。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被占领这种状态，被占领这种状态有没有独立？没有啊、哦，没有独立啊！啊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台湾
如果作为一个 nation， 他有没有拥有主权？没有。台湾主权在谁的身上？啊，日本天皇嘛，对不对？所以巴赫尔在2004年就讲得这么清楚，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人听得懂听不懂，包括我也听不懂啊。但是现在看就看得懂了啊，看看有啊啊。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台湾这个地方作为一个 nation， 但是它有没有主权？没有啊啊啊！所以 it 啊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our firm policy。啊，就是这是我美国的政策，而且是我美国坚定的政策啦。所以这里面就显示出来说，一个中国原则，对不对？台湾不是独立的，啊，台湾不是独立的，一些艺术的是底下加啊，你没有主权。第一个，你没有主权；第二个，你是被军事占领中的状态，所以你当然不可能是独立的状态啊，啊，这是底下加啊，这一些访问的片来对，好，这新闻我就不再讲了，刚刚讲过。啊，杜家包围来对，一共台湾作为一个 nation， 它不享有 sovereignty 啊。其实咱普通人拢常常去混淆，就讲人民主权，啊个主权在民，啊个这个国家主权，哦，常常拢会混淆。啊，你那个混淆了，你就会常常会有一种常有一种误解，讲只要实施主权在民，就可以解决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啊，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啊，哦，那个款一个国家。伊要有啥问题？伊要有这四个要件。第一个要件，你要有领土；第二，你要有人 population 啊，你要有人民；第三，你这個政府要有 authority； 然后第四，你这個政府出来了，对我爱好人承认啊，爱好人承认，这才是完整的一个 state sovereignty， 一个国家主权伊的表现才有多，才有正常。啊，你来个看嘛。台湾这个土地，敢是台湾人的？不是。第一个要件有没有成立？已经没有成立了。啊，第二个，台湾现在这个土地里面大的人，里面有什么人 ？People of Taiwan， 啊，跟什么？中流亡的中国人嘛，啊，啊，这两个人拢在杀什么身份证？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所以。这个安尼够清楚，无清楚嘛？一个是占领方，啊，一个是被占领方，啊，占领方跟被占领方全部杀，坑坑这会本身这件事情就是违反国际法了嘛？啊，你俩这两个是敌对，两个是敌对的当事人，你要怎么用公投来决定？啊，到底是投谁的利益？哎呀，啊，你回对啊，啊，就乱你啊！啊，所以美国一再的反对台湾不可以独立，不可以用公投方式去独立，这也是在这里啊。而且再说，土地又不是你的，啊，你怎么独立出去？就好像克里米亚一样嘛，对不对？你怎么该你的主权叫共和国？啊，你怎么造？啊，没晒啦。啊，而且 authority， 当然在台湾的现在这个管辖当局，有这个管辖权威吧？有啊。中华民国现在这个体制在咱台湾给咱管辖，他有没有这个权威？有啊，哦，有这个权威啊，哦，我们都还受制于他的管辖嘛。啊，以这个权威诶产生是用什么方式产生？诶，投票，对不对？哦，用投票嘛。所以这个有嘛？但是他到国外出去有没有办法被人家承认？不会被承认嘛？哦，因为前面这些要件他都没有，所以不可能会被承认啊。哦，这是这重点是安尼，所以咱拄则有讲的，主权在民，常常听到嘛。哎，哦，一个政治人物啦，大概啦，跟我算计，哦，这个主权在民的表现啦，吼，哦，那吼，哦，开始讲啊，啊，咱来看一下，主权在民到底是什么概念？啊，哦，一个是一个原则而已啦。原则是讲吼，哦，the principle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is created and sustain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Through thei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ho are the source of all political powers. 伊意思啥啦？主权在民，伊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讲吼，简单讲啦，咱是被管的人民嘛，吼，咱唔是政府嘛，
啊，我们自己人，我们自己不是政府嘛。那我们大家啊，用投票的方式选那个代表啊，代表的人进入政府体制啊，政府已形成政府，哎，反倒回来给人灌，啊，对不对？啊，这进入做诶，官员做好做歹，那也是透过咱投票方式改换起来嘛，哦，会当轮替嘛。啊，这就是主权在民，就是人民主权的表现。所以说，这给人灌的这个政府，伊的这个 political power 啊，哦，是伊的来源是啥物人？啥物人给伊的？人民嘛，哦，是人民给他的啊，所以这就是这个主权在民的概念啦。啊，伊伫国外，因这种叫做 popular sovereignty 啊，啊，叫做人民主权，哎，嘛是叫做主权在民。啊，你主要看，伊只是讲，这个政府伊的啊 authority 是由人民的同意，然后才产生，然后再维持的嘛。你注意看，啊 ，state sovereignty。这个个体是透过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的方式产生啊，所以你如果继续在这里面跟中华民国玩游戏，上面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不会解决啊！哦啊，这个会解决，唯一的方式是什么？你得这样，你要区别台湾人跟流亡中国人，你要申请什么？台湾民政府为身份证，这个问题会不会解决？会啊，这个问题会解决啊，啊，这个问题会解决啊。但是你如果不去申请台湾民政府身份证，你坚持要在中华民国这个选这个体制里面用选举的方式在这里玩，你会不会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会，不会解决啊。啊，所以说必须要一直跟他讲，唔好去参加中华民国的选举，道理就是伫咧遮，啊，道理就是伫咧遮，啊，好。来，阿咱来看，啥啦？阿扁也要去加入联合国，啊，爱去往退惊，因为伫1966年的时阵，这件代志就做清楚啊。英国的联合国的代表，伊的演说讲，哈，台湾问题讨论中已经提出很多观点，如众所周知，最重要的是台湾的领土主权还没有决定，这句话什么意思？主单的主管在什么人的身上？在日本天皇嘛，啊，因为那是红箭白嘛，啊，咱去的人还是占领中的状态啊。那我们的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我们是被人家放弃管辖权嘛。但是未来要未来归属有没有决定？没有啊。所以这故为艺术家那样，啊，啊，因此我们的看法是，谁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的问题没有结论。哎，啊，明明台湾里面都有一个管辖的政府叫做中华民国，啊，是安那无人我都代表。哎，对对对对对，他是流亡中国人嘛，流亡中国人可不可以代表台湾人去联合国？显然不行嘛，因为那是无同款身份的人啊，一个是占领者啊，啊，那是被占领的一方啊，哦，所以无同款啊，哦，地位都无同款啊，哦，所以伫这问题上，1966年。世界各国有清楚吧？有清楚啊！所以阿扁如果送件十次，会被退几次？啊，退十一次！啊，退十一次啊！第十一次还放在抽屉里面，还没拿出来，就已经被退件了。啊，对，拜托你第十一次不要再记了，啊，是吧？我在UN的结论就是这样啊，入联关键。那第一个要件是什么？你要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是不是？不是。中华民国是不是？不是啊。啊，就算中华民国要想要再去加入联合国，他能不能够代表台湾人？他也不能代表台湾人啊，哦，所以 ROC 只能代表的是什么人？流亡的中国人啊。啊，但是世界各国都不会承认他啦，哦，啊，所以没有被承认的政府可以代表台湾人嘛，哦，啊，有独立的入联公投。美国会不会反对？一定反对嘛，因为都在给大家分析现在概念，所以一定会反对啦，哦，一定会反对，好吧？啊，所以大家看起来，你就渐渐可以发现 ，ROC 会不会等于台湾？不会。啊 ，ROC 有没有拥有台湾？也没有拥有台湾哈。啊，那来举例给大家看哈，来，今天
这是这去年的六月份的时阵，台南市长赖清德伊去中国访问，伫中国访问的时阵，伊有讲到讲，台湾的未来爱有台湾人来做决定嘛。结果这个有些记者又去问那个国台办，叫国台办回应一下赖清德的说法。伊国台办伊就安尼讲啊，伊强调哈，任何涉及中国领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你看了这，你听看了这句话，你的感想是安怎？啊？所以一套啦，一套，一套是因为安那？哦，你即下感觉真愤怒哈，但是我分大家听哈，你要知这面搞几所在。你听了，你就感觉讲，你就感觉讲啊，原来咱我们都表错情了哈。来，给我讲好一听哈。中国的主权跟领土完整问题是谁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嘛。台湾是不是中国问题？不是哦。不是啊。啊，在台湾现在管辖的范围里面，有一个中国问题是在哪里？对，在金门马祖。金门马祖是他们还没有收复的这个的那个叛逃的领土啊，所以他们的中国的主权跟领土完整问题应该由什么人来决定？中国人来决定嘛？要不要台湾人决定？不用嘛？啊，这里面出现一个字眼叫做台湾同胞。啊，你注意看，就你要把这细节行卖款啊，必须由全国人民共同决定，啊，是谁在决定他们的主权跟领土问题？是他们中国人在决定啊。那这有几个问题啊？给你请教，台湾同胞是指你台湾人还是指中国人？中国人啊。所以这一句话里面有没有台湾人？没有啊。啊，你要生气吗？你要不要生气？不用啊。那他家的事我干嘛生气？对不对？所以这个字眼在台湾同胞这个字上，它在用英文来讲会比较精准一点。一个是 compatriots in Taiwan， compatriots in Taiwan。的英语来对这个 compatriot 同胞啊，也意思啊，我的国人离开我的国家，在外国啊，他跟我就是 compatriot， 一个是外 compatriot， 所以在外国的那一个我的 compatriot。他是什么人啊？中国人啊。啊，那个 compatriot 现在在哪里？在台湾啊。啊，所以在台湾的 compatriot 他是什么人？是中国人啊。啊，指的是谁？是你吗？还是马英九？对啊对啊，就他们啊。对啊，他在讲他们啊。所以他们是中国人啊，他们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啊，是他们的中国的同胞，中国在台湾的同胞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人，这里没有台湾人啊。所以说你这句话这样看了，你有没有发现他有没有在讲台湾？没有啊。他很在意的是哪一个地方？对，他很在意的是金门马祖，因为他还没有收复回去啊，还没有回去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啊。来，但是呢，新闻记者就好像刚刚大家初步的反应嘛，说哦，看到那句话很长心的，啊，就说哎呀，啊，他变成这样，他变台湾的前途由中国来决定，啊，你如果我跟你解释，他有那个意思？没有啊。啊，结果他就记者就叫这个马英九的这个总统府要做一个回应啊，啊，也回应起来来说啊，政府一向坚持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由台湾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台湾的未来。啊，你听这句话，你有看到什么玄机吗？你有看到什么玄机吗？啊，那个是谁的宪法？是占领者的宪法吗？占领者的宪法有没有包含台湾？没有啊。啊，哎，我再换一个说法，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哈。美国总统奥巴马，想象一下啊，会不会说美国政府一向坚持在美国宪法架构下，由佛罗里达的人民共同决定佛罗里达的未来？
干嘛讲？奥巴马干嘛来讲？别安尼讲嘛？为什么？哎，对啊，他本来就是伊个，干嘛这样讲？已经确定了嘛？啊，所以很显然的，马英九他们这样子讲，意思是说，台湾有没有是中华民国的？所以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啊、哦，他知道，哦，所以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他这里面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只是说我们以前受制于那个一杆杆教育，我们把台湾跟中华民国混在一起，搞不清楚，哎，所以人有跟你，那有跟你，这句有跟你讲白差无？其实无啊，啊，有跟你透露事实无？有，啊，你看有无？哈哈哈，较早看无，即马咧。看有啊，吼，怎样看有啊？啊，啊，你主要看，伊讲根据因个中华民国宪法，因个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导依其固有疆域，非经国民大会决议，不得变更之。刚刚读按这条来看，啊，咱知影嘛？1895年，啊，这个日清战争，啊，将台湾割让给大一个日本天皇嘛，对不对？主位的时阵。台湾的地位跟中国的地位，他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有啦，有关系啦，叫什么关系？外国关系啦，一个两边是互为外国嘛，好是外国关系嘛。啊，如果那是外国，啊，要等于中华民国的领土，是不是就会变成中华民国多了一个领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多嘛哈。啊，所以多也是变更嘛，啊少也是变更嘛，好，啊多的时候他有没有开国民大会决议，把台湾并入中华民国？没有，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事件发生过？没有，没有啊，从来没有啊。啊，所以从这里从刚刚用这条，你就知影台湾有属于中华民国的无？无啊，伊也无开过会嘛，对不对？哦，啊个，因为固有疆域，根据因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年五五宪草哈、哦、提出的时候，因为固有疆域应该底安尼写哦。你家看一下，这里对讲写到台湾甲平遥，没有嘛？啊，有没有写到福建？福建哦，有嘛？金门马祖是哪一省？福建省啊，所以金门马祖是谁的领土？中国的领土啊，啊、哦，是中国的领土啊，啊、哦。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念之在之，他们要统一祖国，是要统一哪里？金马啊、哦，他们是要统一金马啊、哦，所以已经台湾根本就不在中华民国的宪法的里面嘛，在固有疆域里面啦、啊，啊、哦，阿丽来看，始正40年台湾博览会，啊、哦，哎，差这个什么旗？日本旗啊，啊，始正40年，是阿哪省哎？安倍省就始正40年，日本取得大天皇取得台湾之后，1895年嘛，对不对？啊，加40年是19多少？1935嘛，所以1935年就台湾举办台湾博览会，顶面是插日本国旗啊。啊，你拄则你看这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年才提出嘛，啊，它的固有疆域里面会不会有台湾？肯定不会，有鬼才什么？啊，有才怎么样？有才怪了啊！有鬼啊！啊，在这个很显然的，你这1935年日本台湾跟中国是什么关系？就共嘛哈，就共嘛，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国家嘛，哎呀、啊，啊，有没有可能跑到他的宪法里面去？可能啊，一定不会啊，绝对不会啊！哇、哦，啊，这是那两天台北下头啊，啊、哦，啊，这那个博览会一挂实况的照片啊，哦，其实你看它的建筑物都很有欧风嘛，好、哦，那两天明治维新啊、哦，脱亚入欧，大量西化，很多建筑物都保有那种西欧的那种建筑风格，包括那两天的台北的这些建筑物嘛，啊、哦，总督府啊、哦，还是讲遐一挂周边的建筑物，哎，都。对啊对啊对啊，都很有欧风嘛，吼、哦，好啊，啊，唔啦，中华民国的宪法无台湾，来跟二次世界大战签了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了后，啊、哦，啊，咱来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落去了后，
中华民国敢有摕到台湾？你来看，因为咱知影哦，1952年的4月28号，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对不对？同一天，美国叫中华民国甲日本签一个台北合约。啊，签台北合约的中华民国代表是啥物人？叶公超，哎呀，哎，根据因中华民国的宪法，哎，这个大法官的解释哦，那是国际条约，哎呀那，哎啥等于因的理会理会因送啥批准嘛，对不对？哦，哎，伊就签了，伊就爱改理会因爱改税嘛，哦，爱改税一下，结果伊当伊伫理会因来讲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并未规定把这些哦，就是台湾澎湖。岛屿归还给中国，啊！刚才这句话，你有知啊？台湾敢有属于中华民国？无啊！哦，啊！立法委员就来问讲，啊！台湾跟澎湖的地位是什么？哦，就是咱咧讲的国际地位啦。伊咧讲哈，事实上，这两个地方由我们控制，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有没有？当时有没有管辖我们？有没有管辖我们？有啊。有管辖我们的，但是是不是他的？哦，所以底下你有知道嘛？啊，去年奥巴马美国人的政府，美国政府在讲啊，钓鱼岛的管辖是谁？日本政府嘛。但是他的主权，美国没有做解释，他没有做解释，所以管辖权跟所有权会不会分开？会啊，会分开啊。啊，就好像说我开几台车，啊，你常常看到我开一台车。啊，迄台车根本是我的，不一定，哎，对对对对对，不一定啊，对不对啊？这一样的道理嘛。事实上，这台车由我们在开，但是实际这个法律上它不属于我的，等于借得利啊，所以它不属于我们啊，在现在的情况下，日本没有权利把台湾澎湖移转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日本已经把管辖权啊，透过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放弃了嘛。所以呢，伊拉底下来这波物件，伊变那个好中华民国，哦，就没有的了嘛，哈、哦，就不能给他的啊，哦，啊，即便日本有意如此，我们也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把中国的好处写在另外一条里面了，哦，所以也不会这样子做，哦，来，所以这个议题叫做 Chinese Taipei， 啊、哦，哪两块钱？这是什么比赛？韩国在去年办一个亚运，第17届亚运，啊，仁川亚运，啊，啊，仁川亚运，那我们直接开幕式嘛，对不对？那我那个会员，哎，黑文国要进场嘛，要运动进场，啊，这队什么队？印度嘛 ，India， 啊，那个国旗，啊，印度，看会清查，啊，应该知道是印度哈，好，啊，这队嘞。看伊国旗，啊，佮看伊这印度尼西亚，哈、哦，印尼嘛，对不对？啊、哦，东南亚的印尼国，啊、哦，印尼，啊，这队嘞，马靠斗点 China， 这个几啊？澳门，哎呀，哎，你有没有发现名称不一样了哦？多了一个斗点 China， 啊，这什么意思？这是中国主权下的澳门嘛，对不对？啊，啊，这对嘞，香港嘛，啊 ，Hong Kong 逗点 China， 所以也艺术上赶快嘛。香港是谁的主权范围？中国嘛，哈、啊，是中国里面的一部分嘛，好吧？啊，这对嘞，这对什么对？这对什么对？敢台湾队？不是啊、哦！啊，你即马也讲，不是咱这队啊！啊，刚才你也讲，啊就这个台湾队啊！啊，你刚才你也讲这台湾队啊！啊，但是你阿拉读你也读无台湾啊，对不对 ？Chinese Taipei 怎么会念出台湾呢？啊、哦，不会念出来嘛！马英九他们就喜欢说，根据克隆宣言，哇！台湾已经变成中华民国的嘛？啊，如果是的话，应该要写什么？台湾逗点 ，China 嘛，或是 ROC 嘛？但是写
嗯，不是啊。所以这一对是不是代表台湾的？不是哦。哎，这是 Chinese Taipei， 所以 Chinese Taipei 能怎样嘛？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它代表的是什么人？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所以这一队出去，人家世界各国都知道这是什么人出来比赛，流亡的中国人出来比赛啊。台湾人有没有出来比赛？没有啊。哦，但是你看这里面，你会发现，哎，好像很多都是我们隔壁的这个台湾囡仔，对不对？对啊，哦，啊，所以新闻不清楚的安尼嘛。而且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往隔壁、往厝边啊，哦，啊，就台湾囡仔啊，啊，所以这队叫做台湾队，哎，敢对？哎，蛮唔对啊，这种逻辑是错的嘛。哦，所以这队流亡中国人派出去的代表，有没有派台湾队出去？没有，好吧。啊，伊啊，头前咱对着美国一个 foolish belief， 伊讲啊，因为伫国外吼，拢叫 PRC 打压啦，所以才会用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啊，但是你看这个比赛，你对比赛，对去年哦，2004年11月7号到16号，这是21一为世界杯棒球赛哦，第一届啊，伫对比赛，台中，哎、欸，啊是安那伫台湾的。用太爱虾强力是台北，对啊，对啊，对啊，系啊，台湾敢有派人去参加这个会员？无啊，有去参加会员的是来在台湾的只有强力是台北嘛，对啊，所以他不管对外还是对内。在国际上 ，ROC 这个流亡政府，他只能用什么名称 ？Chinese Taipei 啊，只能用 Chinese Taipei， 不是打压的关系啊，是他身份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哈，是吧？那帅有几个问题啊？那 Chinese Taipei 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哦，嘿，对，伊个意思是安尼，这伫国外全世界人拢知啊，伊个意思是安尼。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意思是说中国有一个政府，他流亡跑出他原来的国家的范围、领土范围，啊，跑到别的地方去，啊，那个地方是一个外国，啊，哎，那照去，伊那照去，家己的领土的，敢是流亡，无差嘛，还得变两军对峙，哈，嘛是国内啊，他就不算流亡啊，啊，流亡就是。离开自己的国家，也过来啊！啊，所以他离开之后，他落脚在哪里？台北啊！啊，台北，所以啊，你有知道嘛？台北对这个 Chinese government 是国内还是国外？是国外啊！所以台湾的台北会不会是 Chinese 的领土的一部分？显然不会嘛！就好像印度的这个有一个德兰萨拉啊，西藏流亡政府。啊，西藏流亡政府伊伫咧德兰沙拉，啊，伊就用 Tibet 啊，伫德兰沙拉嘛，对不对？对啊，啊，所以你看嘛，德兰沙拉加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他们是什么关系？嘛是外国关系啊，哎，嘛是外国关系啊，哦，所以从名称上就可以知道，台湾的台北或者是台湾对于这个中国流亡政府而言是。是本国还是外国？是外国啊，哦，是外国啊，哦，所以有很多的印证，哦，从他们的宪法，从台湾博览会，啊，个有些名称，各位参加比赛的这些球队名称，啊，哦，你就可以发现，台湾根本就不属于 ROC 哈，哦，是吧？但是混淆还是持续啊，包括讲这个中华民国去给人登高。啊，新闻记者阿公，啊，就是跟台湾登高，哦，这是典型的混淆嘛，哦，啊，但是跟他登高的对方甘比亚，伊敢知影，伊知影伊跟谁建交无？伊知影伊跟谁人登高无？知啊，人因的总统府，人因的总统府办公室啊，18年来我们与中华民国啊，对不对？甘比亚他知不知道他跟谁建交？他知道，他中华民国啊，他有没有跟你台湾建交？
啊，没有建交怎么会有断交？对不对？没有啊，哦，啊，为什么中华民国也持续被人家断交？那个也是因素啦，哈，啊，当然啦，伊也可以用登高，伊未来弄个三节理由啊，很廉价的理由，就是讲对方要偷钱，伊不爱好伊，你知道吗？哦，最近你每次看到只要是跟一些国家断交，尤其是这些小国家断交的话，伊老公对方不爱钱，我不爱好伊，好，都是这个理由，哈，哦，啊，但是呢，你看，自从他们开始流亡，1949年开始流亡了，很多国家陆陆续续跟他断交。包括英国、日本，啊，日本是1972年，啊，澳洲嘛是1972年，啊，在1972年就是中华民国蒋介石去踢出联合国迄年嘛，啊，啊，伊来到1979年，美国甲中华民国断交，啊，啊，而且韩国1992年断交，啊，你这几个断交的国家，敢有讲是因为这几个国家要甲中华民国讨钱，啊，中华民国顶起皮无互伊怎甲伊断交，咁是安尼？唔是啊。哦，所以很显然，中华民国它为什么会一直面临被人家不承认、被人家断交，是因为它的什么？对，因为它是流亡在外，它流亡在外，它不可能会被人家承认。所以，那这筹备办就是五级位嘛。流亡政府可不可以就地合法？不可以啊！哎，它不能就地合法，它不能在属于日本天皇领土的外国就地合法的话，那它这个。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这种行为，会不会被人家持续承认？不会，所以断交会必然的。最后他的邦交国会变成多少？零，好，会变成零，好，最后他会变成零，哦，好，啊，说下去，这个，咱知啊，伊对外各世界各国拢无承认伊啊嘛，他最后他的邦交应该变成零。啊！但是伊要安怎解决中华民国在台湾伊家己的困境？咱拄只有讲嘛，伊现在来在写啥物？统一，对不对？哦，统一才能够解决流亡中华民国的问题。啊，不是解决台湾人的问题哦，是解决流亡中国人的问题哦。啊，伊对外拢互人登高，啊，伊伫台湾伊若要伊台湾佫面临台湾民政府要甲赶走。啊！伊若啊，刮走了，啊伊若无所在好去，啊伊要去对，啊，就要回归祖国嘛。啊，要回归祖国的时阵，伊要安怎做？就是安尼。马英九上台之后，2008520上台，6月1号派吴伯祥去中国访问，然后伊访问了后，又其实访问应该讲多些话啦，但是独独报纸就干要报一句。我觉得大陆不可能对我们射飞弹。啊，意思是啦，中国会不会用武力来对付这些流亡中华民国的人？不会，哦，啊，所以接下来6月19号，马英九就跑到金门，哦，跑到金门，啊，金门的县长说要拼光光，所以要求马英九你要撤军，哎。你也感觉真奇怪吧？那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体制，外交、军事是谁的职权？中华民国总统的职权嘛？啊，怎么会轮到地方政府来跟他讲？哎，你要撤军啊？哎，干美体制上不觉得很奇怪？啊，啊，但是呢，马英九他们就有金门县长做球，顺势就推下去了。来，你要损谁啊？赶紧推啊！2009年，啊，宪兵司令部就取消，好开始呀，啊，他要回去了嘛，啊，伊都后有追兵嘛，是啊，啊，头前各国各国无爱甲承认嘛，啊，要解决他在这边不适当的身份，他就是要回去，啊，我要回去就开始一挂军队拢来撤啊，啊，因为他总是要把武装全部解除，他才能够回去呀，啊，不然你身上还背着枪。被他，你要回去中华，你要回去中国吗？哎呀，这样也很奇怪嘛，对不对？啊，啊，你看这些宪兵司令部裁撤的法令，啊，再去查的拢有。啊，过来宪兵学校废除，啊，宪兵学校废除，这2014年的3月份的那个新闻，啊，
啊，这边学校废止的法令，哦，法令把废止啊。啊，过来，2014年的4月17号的新闻，金门检在撤军，存不到3000个，啊，兵哥存不到3000个，啊，啊，不然到6月份的一阵大二胆就即将要撤军结束了，要打包然后交给那个金门县政府啊，啊。啊，最后6月30号，古尼埃拉奎沙站，大二胆就正式移交给金门县政府，所以他是不是逐渐在卸除他自己的武装？啊、哦，啊，流亡政府可不可以人口武力？不可以啊，就好像印度德兰沙拉，哎、那个西藏政府，伊那排刀排枪，啊，你想讲印度政府敢会容忍？应该不会容忍啊，啊，多多奇怪，啊流亡中华民国来台湾，排刀排枪，啊，咱台湾人搁干哪？搁啊容忍？哎，这很奇怪啊，吼、哦，系啊。所以讲，他就一抓变跳到咱头壳顶嘛，吼、哦，再变跳到咱头壳顶啊。啊，不叫你讲，因之中流亡的人，应该是要被我们局限在固定的场所里面，袂使四处拍拍照呀，吼、哦。好，啊，过来，啊、哦，你有没有怀疑过这个名称？起来，啊、哦。WTO， 这 WTO 里面的网站它有跟你说你要加入 WTO， WTO 里面它这个 How to join the WTO 也说、哦、一个国家 Any state， state 的主权国家啦， All customs territory， 诶、啊、不是国家啊，但是它是 custom territory， 叫做关税领域嘛，啊、哦，只要是国家的或是关税领域的，他都可以来加入 WTO， 啊、哦，只要遵守一些规则的噻，好吧？还要注意看这个名称哦，这 Separate Custom Territory of Taiwan 澎湖、金门、马祖，哎、欸，都在顶级 break， 必须顶有小怪有讲到嘛？是啊，那这个名称台湾。加入这个 WTO 的名称，它也肉肉等。你有发现？啊，为什么要把金门马祖标出来？哎、欸，啊你，你若按照较早的想法，讲啊，不是拢做伙叫做台湾，啊，但是去加入 WTO， 竟然名也分开，啊、哦，会变成说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这其中必有什么？英国嘛，哈，你比其中比英国，系啊。来，我给说直接开始一下。台湾有没有属于中华民国？没有。啊，金门马祖的领土属于哪一国的？中国的嘛。啊，台湾澎湖属于谁的？大日本天皇的嘛，好吧。所以这是不同的国家来的嘛。但是因金马弄好一个占，好像占领中。哦，啊，有一个管辖，共同管辖嘛。啊，但是伊这两个领土，这两个所，这两个无同款性质的领土，会使南南做一伙无？未使，未使南南做一，未使南南公抓变成管嘛，在嘛？吼、哦，所以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嘛，啊，占领不能移转主权嘛，啊、哦，所以这两个重点就卡住了，这四个地方就不会结合在一起，啊、哦，啊，你第二款。台湾澎湖是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因为战败被军事占领之后分离的领土、哦、所以它才叫 separate、哦、分离的关税领域，而、啊、金门马祖呢是不是因为战争中日战争的结果？不是，是因为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他们内战之后分离出来的，让这流亡中华民国还在管辖的地方嘛，所以这两地是中国的叛逃的领土嘛，好，所以它是叛逃的，但是它是一个关税领域嘛，是中国领土下被中华民国管辖的分离关税领域啊，啊，所以他两个性质不同款，啊，道理是安尼，所以伊的名称才会落落等，啊，所以啊，但是 WTO。是不是主权国家才可以加入？是，都讲有共嘛，主权国家或者是关税领
就可以加入 WTO 哦，所以这是很纯粹的商业活动哦。好，啊，过来一个台湾关系法，对的，必须电话逛点。台湾关系法来对，伊咧规范的是哪里的？哪里适用台湾关系法？你主要看啊、哦，台湾关系法，你啊里面 AIT 的网站，你去查，查伊台湾关系法的第15条，这个15条来对伊就安尼写哦，啊。只要在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有提到台湾这个字眼的话，它包含了底下这几个概念。第一个，如果是按照这个地理位置的话，它是指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Pescadores， 台湾跟澎湖群岛。哎，没啊，有没有金门马祖？没有，没有、哦。所以台湾关系法没有适用到金门马祖去。没有啊，过来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啊，在这个台湾跟澎湖群岛上面住的人，啊，住的人，啊，所以后边这股就是法人，啊，法人了就是这在台湾里面的 governing authority， 就是管理当局，管理当局哦，不是政府哦。不是 government on Taiwan 哦，是 governing authority 哦，所以有没有政府？没有哦，这个管辖的不是政府，它只是一个管理当局而已哦。啊，这个管理当局，它在1979年的1月1号以前，被美国承认为什么政府 ？ROC 啊、哦，被承认为 ROC 啊、哦，或者是说自1979年1月1号以后啊、哦，它的继任者都叫做。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哦、所以台湾关系法里面一很明确，美国很清楚他的占领地有没有金门马祖？没有，你刚才想就知道，美国他有可以，美国他有可能去占领跟他同盟国中国的领土，这样想就知道吧、哦、不可能嘛。所以金门马祖那两地的领土是蒋介石他们内战、哦、还中国内战还留在他手里面的那个残余领土啊，哦，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性急不赶快，好吧？啊、来，看这个建压片，给点了一下。建压片，来看这个临海基线啊、哦，台生麻烦一下，给点建压片。哎，对面这个。好像常在新闻当中有看到我们这个渔船啊，是不是没有许可啊？所以呢，闯进了什么什么的海域，这样的新闻常常听到啊。那么这个海域上面到底是怎么样划分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领土包括哪些地方。这个是5天前哦，行政院所公告修正中华民国领海的基线，结果看到了，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啊，也就是这个虚线的范围里面呢，是我们自己的领土。哎，奇怪了，另外一条虚线呢，这条是归于大陆的领土，结果我们看到了马祖啊、金门啊，怎么现在都变成了大陆的领土？土了呢？现在内政部长江宜桦表示，一年之内会进行2度的修正啊，这个领土要搞清楚。连我们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都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出问题？一定要把马祖跟金门给划进来。但是这个时候呢，维护台海安全的国防部跟海巡署却互相踢皮球，都说这个不是自己所管辖的范围，那谁来管？国防部这个样子是相怨呐、啊，报委没有相怨，因为所有的海巡执法的单位都是海巡署。国防部怎么会这样讲呢？刚刚讲的 不可能啊，那个权责很清楚嘛，国防部会这样讲。国防部推给海巡署，海巡署又推出去，互踢皮球的议题，原来是行政院18号公告修正中华民国领海基线，只有台澎、钓鱼台、东沙和中沙等岛屿，金门、马祖都没有包含在内，反倒是被对岸的中国大陆列为内海，蓝绿立委都统批。你让我们的军人驻守在金门、马祖，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样子，虚虚的感觉嘛，这种东西。国防部当机立断，非常的严正的表明我们的立场，我认为不会得罪中共，因为毕竟这是个台海的现状。你的马英九政府已经放弃金马的临海基线，人家让中国不费一兵一卒就直接取得金马的海域。这次划定是由内政部报草案修正，部长江宜桦以钓鱼台可以各自主张，所以划入我国，这和金马的情形不同，更引来炮轰。中国的政府有没有把金马列为这个领土的这个主张？
就我们所知，他们是有把它列进去，因为它就在那里。那钓鱼台，日本也，他也主张啊，中国也主张是它的领土范围，我们都把它列进去了。为什么金马？金马我们有人住在那里的，那是我们主权所及的范围。我们要画钓鱼台，可能还没有人住在那里耶。我们要画金马跟画钓鱼台，在考量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有争议，但是争议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哪一些不一样？突然修正领海基线范围，却依旧没有将金马列入，牵动政治敏感神经。张义化赶紧补充，一年内会二度修正，把金马划入领海基线的范围。中天新闻综合报道。这是2009年的新闻。啊，请问一下，这临海基线敢有改？无改，为什么？例如讲，新闻记者嘴念什么临海基线？中华民国临海基线，但是伊是写啥物？台湾临海基线，很典型的，他把台湾跟中华民国揽作会嘛，他还持续要混淆台湾人嘛。但是就这件新闻的本身来讲的话，台湾跟台澎跟金门马祖，它是分属不同国家的领土啊，啊，哎，都讲那个赖清德一个咨询时，伊讲，嗯，啊，那个金门马祖是我们管辖嘞，啊，这钓鱼台不是咱管辖嘞，啊，咱得让搞无管辖为例吧，是啊，搞有管辖无得为例吧，所以很显然的，管辖权跟所有权。搞不清楚嘛啊、哦，哎，管辖权跟所有权搞不清楚啊，啊，你知道吧？那这个新闻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他把台湾的临海基线划定之后，然后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权领土分属不同人的那个这种事实啊，他故意弄个海巡署跟国防部两个在那边推卸责任，然后把这个。新闻的焦点主要转移到两个人在卸责嘛，踢皮球嘛，然后大家主要底下看笑亏嘛，好把它看笑亏。但是这个很严肃的这个领海土地分属不同国家的这个事实，大家都这样子看了都要过去啊，哦，都看了过去啊。啊，从这里面来看，你会发现马英九他们的政府清不清楚？台湾跟澎湖的领土所有权归属的问题非常清楚，所以他不会把台湾跟澎湖跟金门马祖划在一起啊。啊，你如果他把台湾澎湖跟金门马祖划在一起，会产生一个笑话。那个笑话就是马英九他们这些中国人是不是比较仇日，对不对？啊，他如果把金门马祖划在台湾澎湖的范围里面，那会变成金门马祖变谁的领土？变台湾这边的嘛，啊，台湾属于谁啊？日本大日本帝国天皇的领土嘛，啊，他们又仇日，啊，又要把两块岛送给天皇，啊，他自己不是自打嘴巴，哎呀，对不对？他可不可能这样做？不可能啊，国际法嘛，伊嘛袂当安尼做啊，啊，所以这件事实，2009年就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现了，但是大家嘛无啥注意的。哦，所以从这里知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些高官清不清楚他们的地位，清不清楚台湾的地位，都清楚哦，都清楚。所以像最近的一些新闻啊，包括那个很多引那个中央级的阁员啊，是陆续在辞职，陆续在辞官哦，那么高通部长啦，他们叶匡时啊，什么什么吼，一堆开始洗到今麦连金普松嘛洗啊。哦，你看那个之前不是那个，刚1月1号，啊，美国的迄个什么双向圆，啊，引去行迄个中华民国国旗有没有？哦，啊，未来美国都要讲未使，啊，对，啊，未来迄个新闻佫曝光，迄是迄个女性自己都没有经过谁的同意自己生的啦，啊，你如果把它，你如果你来做评测，怎样讲，中华民国被结束。哎，你就发现那是他们最后的一次什么升旗啊？哈，哎呀，纪念他们最后一次的升旗啊！啊，哎，就看得清楚啊。阿杰，因为金门马祖跟台湾是无同款的归属，所以住在顶面的人，伊的国籍敢会同款？未同款。来，咱来看这个
这个鸦片。去不管是干嘛啦，反正一定要办美签就是了。结果现在呢，怎么搞的？中华民国的护照拿去 AIT 办美签，结果被归为是中国籍，这就发生在金门人的身上啊。那么福建省金门县嘛，所以 AIT 就通知美国学校说，把这位小姐的户籍改为 China。AIT 解释这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只是福建省的金门、马祖都会直接归类中国大陆哦。就是因为护照本上的这行字，出生地福建省金门县惹来一肚子气。一位许小姐打算赴美深造，日前到 AIT 办理美签的时候，因为护照上显示属于福建省金门县， AIT 的电脑系统直接把许小姐的户籍登记成为中国，还要求美国学校方面也得将许小姐归类为大陆籍，让人气炸。但是这个是不是太不合理，而且这乌龙真的很大。这个部分对我们金门马祖来说都是心中的痛。实际上 AIT 这个昧于事实，帮当地民众不满，立委也抱怨国籍问题长期遭到吃豆腐，但 AIT 双手一摊，认为没啥不妥。如果是金门，就是福建省，就是30多年以来有这个情况，是福建省他们也有台湾护照，这个你们第一，不好意思，户籍有出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请美方来做出改善，那我们还会持续来进洽。啊，单纯上就是说它是一个电脑技术方面的问题。外交部强调争取多次，但简单的电脑程式问题却让金马地区民众饱受困扰，被逼着每回赴美都得充当一次大陆籍人士。专线转陈一凡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是充当吗？不是充当啦，本来就是，哎呀，啊，谁昧于事实？啊，这个新闻来对啊，只有一个没有昧于事实啊，谁啊 ？AIT 的官员，他没有昧于事实，啊，全部来对的拢是昧于事实，哎呀，全部拢都搞混了，啊，这搞混的原因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把我们这样乌龙洗掉，洗到金门妈祖那些人，他也搞不清楚他的身份，台湾澎湖这边的人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才会产生这种事情。但是在美国，在外国的那些国家来的，他们看待金门妈祖跟看待台湾澎湖，他们是不一样的，这是不同国家的啊，所以不同款的啊，所以这些新闻来的，你就会发现美国不清楚，清楚。非常清楚，只有谁不清楚？啊，昧于事实的啊，所以美国他非常清楚，福尔摩沙加澎湖才叫做台湾，金门马祖叫做中国啊。啊，底下这个1955年的人，其实英国都非常清楚啊，因为他们在下议院有讨论台湾的问题啊。啊，他就英国外相艾登啊。合法领土变更不叫窃取，这是公开罗宣言的，他们如果英国向世界主张台湾的地位跟大陆一样，仍然主导，就是台湾澎湖跟金门马祖也主导一样的话，也不会增进他们跟北京的关系啊。更何况事实不是如此，因为大陆仍然主导，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在讲金门马祖嘛？在1955年时阵，英国有清楚无？足清楚的，就知影，迄就是中国的。但是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清不清楚？也非常清楚嘛，好吧，按的时间，给大家讲一下了哈，以上为用，谢谢。